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中配》，我是今天主持人安娜琳。说真的，现在中国游戏市场真的是商机无限，不但游戏厂商资源丰富，而且钱又很多。 其中呢，最强的就属完美时空这家公司啦，因为呢，他们竟然还有在美国股票上市呢。现在呢，华谊国际就要和完美时空两家携手推出新游戏《降龙之剑》，两大厂商到底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 华谊国际于欢庆19岁生日的华谊嘉年华大舞台上，正式宣布代理大陆游戏龙头完美时空研发的 MMORPG《降龙之剑》。此游戏以中国5000年历史为蓝本，架构出玩家们耳熟能详的6朝著名战场，同时融合创新 PK 系统、6大神器、8大宠物玩法、拟真天气系统等，一场穿梭时空的历史冒险就这样展开。 降龙之剑去年在大陆公测，特别邀请到信乐团的信代言，更为游戏量身打造主题歌曲，并大手笔拍摄宣传 MV。上市期间，一连串沸沸扬扬的游戏宣传，迅速展开降龙之剑的游戏知名度。今年第4季，华谊就要让全台玩家亲身体验这款游戏，享受游走于中国历史之间的汉人游戏魅力。